主料，豆腐皮、香菇、甘蓝，辅料，老抽、番茄酱、醋、盐、糖、香油、胡椒粉、葱姜蒜。准备好原料二，甘蓝洗净，放开水中加盐和油焯下水。三，捞出铺在盘子底部。四，豆腐皮切片，豆腐皮卷起来，用牙签固定住，放温水中泡片刻溜。把固定好的豆皮放锅中，小火干锅别出水分期，加少量的油，煎至两面金黄吧。放入葱姜蒜末，炒出香味，倒入番茄酱，翻炒均匀时，加入刚没过豆皮的水11，放老抽、胡椒粉，放入泡发的香菇12，小火慢5分钟左右，汤汁似浓非浓时，放入一些糖即可出锅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